哎，同志们，我们对一下。我们没有绕题是对的呀。我们把这个改一次，然后再问他对不对。因为当时是云姐只有25，我们也只有25，然后我们就相互就是决定看一下对方的答案，然后来统一一下我们对的是哪道，他对的是哪道，这样我们就50%的这个概率了，再进行一些时序的调整，然后我们就慢慢往上叠加。你就把这个改了。你已经坠了50%了，那看来这个是对的，对吧？我觉得你12跟我一样。来，瞧瞧娜娜啊，娜娜很动脑筋，瞧瞧，哎，75%，75%。现在你们已经对了3道题，还有一道题，认真想一想。云姐，你看我们一直改这3道题。但你的成功率都没有增加，也就意味着这道题唯一没动这道题是最大的关键。你把这道题改了，如果你的成功率减少了，就证明这道题是对的。我跟你管他怎么来了，先显示号，你看一下成功率对多了没有。写题的时候我们还互相帮助，然后一起基本上两个卷子并成一个卷子做的。恭喜你，恭喜你。好，现在我们各队啊都已经啊完成了他们的答案。呀，你姐呀！好，我们容易了。